工厂还有大肥猫可乐。老板娘你好，我要一个草莓吐司，还有一杯冰红茶。对了，前一阵子听说妈妈生病了，身体会比较好一点。说话还是很差，因为我妈腰痛一阵子了，大概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得到了大肠息肉癌。看她生病的样子，我和我哥都非常的难过。不要这样想。哦，对了，上次来有空来去找她的时候，她提到说婆婆也是得癌症，那她有接受统计的治疗，治疗还不错。那是什么样的治疗？听说叫六术刀。是吗？对，那治疗时间很短的，只要2分钟而已。那之前医生也是建议我说，我妈如果接受这个瑞士刀治疗的话，效果除了很好之外，那治疗时间都很短。是价格方面吗？还是？你不要这么说，钱袋上就有了，还是健康比较重要哦。说的也是啦，那我建议你们建议哦，我去再跟我哥讨论一下。那我先回去了。好，那你要多保障啊。好啊，要乐观一点。好，祝妈妈早日康复。谢谢妈妈。瑞士刀是强度调控放射治疗及影像导航放射治疗后，是最新的放射治疗技术。在治疗前，透过精准的影像导引，就可以减少治疗的错误。而本院放射肿瘤科以2009年7月提供瑞士刀这个服务。这种最新型的动态弧形放射治疗技术是称为瑞士刀。它是利用直线加速器进行360度的弧形治疗方式，能以比较少的辐射剂量来达到最佳的疗效，同时也可以减少正常组织的辐射剂量。此外，因为前体积一次照射，因此能在2分钟以内的时间即完成治疗，与一般螺旋治疗需10分钟或更长时间相比。可防治病患在治疗中因器官或身体移动所造成的误差，并减少长时间治疗所产生的不适。在治疗时会以机器手臂如圆规画圆弧般绕病患旋转一圈，即可以病患肿瘤大小、投射高度顺行辐射，自动调整剂量，精确照射在病患身上。在临床上能有最大益处的病灶是位于身体中央体积较大的肿瘤，如鼻咽癌、喉颈癌、骨盆腔大范围肿瘤等，借有更多角度来减少重要器官的剂量。由于此治疗非常精密，最好每次治疗前搭配电脑断层或双角度影像导引技术两种做影像导引，借有精密的治疗技术达到最佳的疗效。瑞士刀可以360度对全身肿瘤弧形放射治疗，以固定角度治疗，更能保护正常组织。同时，瑞士刀以弧形旋转中进行强度调控，更完整涵盖肿瘤，大大的提高治愈率。从综合医院引进瑞士刀是最新型的放射治疗技术，将是癌症病患的一个大福音。